Hello， 大家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！2021就差那几天要跟他说拜拜了。2022就差那几天要跟他说来了来了。那希望疫情的明年赶快好转，大家生活恢复正常，收入越来越高。叮，这一年呢，我为了拍视频买了一台 GoPro， 很好用一下哦。希望明年开始呢，我可以制作更多好的内容。谢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一集呢，是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斯里阿曼的萤火虫。其实当时看的时候哦，真的很好看，很漂亮，很可爱。那萤火虫远远的闪下闪下闪下，好像那个圣诞树一样的闪下闪下闪下的嘛。但是拍谢大家，因为我的相机ISO 开到最高了，只能到这样子了，所以尽量拍给大家看。希望明年钱赚到了，买一台更好的相机，可以拍得更好，创作更好的内容。最后还是祝大家2022收入一飞冲天。萤火虫在这边，看看，我可以这样。Hello， 我也好。你来这边做什么嘞？你要给我拍是吗？今天我们要去斯里阿曼对吗？是的。我们今天再次搭 MH308， 我们的 driver 依然是 吴King。 斯里阿曼是我很陌生的地方，我从来没到过。这一次呢，我就跟着我朋友的车到那边看一看。我听说啊，斯里阿曼晚上有萤火虫，但是萤火虫很特别，就是躲在那棵树而已。呵呵，看一看能不能拍到哦。当然我们到了酒店之后，东西吃一下，我就赶紧去拍了，因为天气非常好。好，到酒店了，看一下是怎样的。今晚我一个人睡。哎呀，喂，我错了，厕所。呀，没办法，这个酒店一晚50多块，我们去吃东西了。很意外的，原来斯里阿曼吃东西也不贵哦。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也要去斯里阿曼看萤火虫的话呢，它是在一个桥那边哦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熟悉的人带你去哦。去看萤火虫了，看萤火虫了。嘘，萤火虫，照到我眼睛，我拍得到，拍得到吗？你看我这边。真的是有哦，像圣诞树一样啊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大家，这个就是萤火虫啊，看到没有？萤火虫在这边，看看，我可以这样。哦，我也好。你来这边做什么嘞？你要给我拍是吗？那我拍你。刚刚只能牙关了关了嘛，还以为是同类啊。原来我是同类啊。啊，拍好我们就去参观一个马来餐厅。这个马来餐厅哦，虽然我没有吃到里面的食物，但是它外观啊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原来斯里阿曼有这样的地方啊，耶拜哦。哎呀，早安！现在是差不多8:30了，咱们准备好，我要去吃早餐了。这是斯里阿曼的地标，两只鸽子。我们转去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。现在是富汉厅时间，阿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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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面，干面，拉萨，还有拉萨。可以吗？大家认为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哈。斯里阿曼的牛牙鬼，我自己吃这个拉沙还有咖喱面，不错嘞，这边的食物。这种咖喱面，来你漱一口一下。这个是烧肉饼，
然后我有看到我朋友吃猪脚面，哎呦，弄呢弄呢，会抖了哦。猪脚就是好，有料了哦，太厉害了，一中了哦，一中了哦。我们现在来斯里亚曼的公园。大家，据我所知，这只是我以前朋友跟我讲的，它名叫布江沙浪。那这只鳄鱼呢，很早很早以前呢就被干掉了。那给大家看看它的图片，你看这个图片，算过去大概有20多个人站在那边啊，可想而知这只鳄鱼有多大只哦。它是唯一东南亚一只背是包白色的，特别好认它。我听说啊，它很难很难很难才被杀死啊。哇，这只鳄鱼超级白哦。嗯、啊。这个是百年老树啊。这边有个 museum 啊。哎。哎有哦，10点到4点。对啊。哎，门关了不？哎，锁的。这间呢叫 Fort Alex 爱丽丝堡。为什么它名叫 Alex 呢？她是第二任百人拉诺查尔斯的妻子，名叫 Alex。 它是建于1864年。那为何会建这个呢？因为当时啊是来抵防这些海盗或者是敌人的袭击啊，所以就在这里建这个。你看，打有大炮嘞。经过百年之后呢，2015年才正式修复了。这个其实隔壁也有哎，隔壁也是有这样一间，形状不太一样啊，不能进去啊，所以没办法了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其实我们到斯里阿曼呢，就是一个一日游，回一个夜，第二天就回了。那边啊，东西很好吃又便宜，你看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视频，这就是我2021最后一部 vlog 了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我们2022再见。